我是赢家。好，谢谢。那么第二位呢？今天要赠送的那个是我们洪明觉教授，是我们全国美展第一名的那个得主，他那个送是算是作品集哦，作品集，好，是我们高一大的洪明觉教授。来，是洪明觉的画师吗？这里有。他是作品集，还有建言书。好，我们洪教授送作品集，还有建言书。好，紧接着是第三件事，我们林国基老师的石雕哈。那么这一件作品呢，他呢说的是，两石雕作品，请听。就像今天晚上，一个是说，一个是听。好，我们在这边呢，在请听当中，在吟诗当中呢，彼此了解自我，彼此了解对方。一个像是嘴巴打开来在说，一个是耳朵打开来在听。好，今天我们听到了大家的声音，那么我们也说出了我们的心声，这样的一个是请听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家。这是我们屏东在地的石头哈，丰港溪的鬼丸石，我们看地理知道，也是从小在那个海边那个捡石头长大，我们慢慢来没关系哈。好了，今天晚上真的很美哈，美在我们内外的活动，重组我们的情绪，带我们回到自己所属。你所看到的事物，便是你对它采取的做法。看见改变了我们，看得越多，我们就越充满生气。由于充满生气，才能不断看见新的事物。我们看到了一位了解台湾人民想法、理解世界在想什么的人，是一位懂得与世界交流、负责的人。今天晚上我们看见了彼此，一路有你真好。好，来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小英与屏东文创座谈。